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lo， 今天又是由我来开场啦。想必大家如果有关注我们的频道都知道啊， Bobo 呢是一个非常爱购买网购的女生，所以呢我每个礼拜呢都会搬非常多的货呢这样搬上来，但是呢她买的东西呢又都很有道理，所以啊我又没有办法阻止叫她不要买。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啊，如果换我买一堆东西回来的话，让我老婆领上来，她会有什么反应？我蛮期待哦，她看到我买那么多东西，她会不会吓到？因为毕竟呢，我从来没有网购买那么多东西啊。那当然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要网购的话，一定要找优惠又便宜的网购平台啦。我每次都看 Bobo 呢，都在看那个 Momo 的东西哦，因为啊 ，Momo 网购的好物交流社团里面呢、啊，真的会发现很多便宜又限时优惠的东西啊。刚好呢，我们要趁现在啊 ，Momo 购物网。我现在有双十一耶，有很多优惠活动哦，甚至啊他们出货速度非常快哦，有可能隔天啊或是两天内就可以收到了。所以啊我觉得我这一次要放大招啦，各位，我直接买破万一次送来，我让 Bobo 全部领上来，我光想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他会傻爆眼哦。好啦，我们话不多说啦，我们赶快呢就是来购物了齁。好的各位，我买的东西呢全部到了齁，现在正在管理室那边，非常快速耶，不到两天的时间全部都已经寄过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呢赶快叫 Bobo 下去把它领上来吧。好，你去帮我把下面的货领上来。你干嘛录？因为等一下呢我要用工作的东西，那你下去领上来好不好？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没有，我就买一些东西，等一下我们要一起开箱好不好？哇，难得老婆要去领货哎，很多的吗？没有啊，我难得买东西哎，不像你每个礼拜买一堆。拜拜，去。他说他要去耶。你要去吗？去。去啊，好。爸爸，好可爱啊。拜拜。拜拜。他还抱小蝴蝶下去耶，各位，真的是自讨苦吃。我们等一下来看 Bobo 把货领上来的表情会是如何。哦，按电铃了，按电铃了。怎么样，老婆？知道我抱他吗？我知道啊。请问你买那么多是怎样？学你的，差不多吧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一起来开箱啊，好不好？没，那是你的东西。给你体验一下我平常的辛苦，老婆，你看我还特别看说我们的尿布快没了。帮你补货哎，贴不贴心？是帮你女儿补货。小点，我们坐在这边疼妈妈好不好？噔噔噔噔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来开箱我们的尿布给大家看呐、啊。哦，这么开心啊！今天是为了妹妹呢，买了满意宝宝的极上呵护轻巧裤，好不好？买这个 OK 吧？可以啊。可以。我觉得一定没有到。对啊，那老婆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要买满意宝宝这个尿布好了？因为现在这个尿布呢有优惠，满2000以上啊，它还有很多折扣。有在比价喽？当然啦，我跟你说，自从学会了网购之后，开始都会去看有什么优惠的东西哦。而且老婆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一次买这个Momo双十一是刷我们的Momo卡，我就发了。哦，很多吧？可以，好，那我要开喽。妹妹的尿布哎，那一箱里面有四袋，噔噔，是谁的尿布啊？对，我主要妹妹现在很会走路，就会爬上啊爬下啊，所以其实这种尿布很重要，很需要像满意宝宝极上呵护轻巧裤这样子的，它就是吸收可以长达12小时，而且啊它有360度的防漏设计，全方位呢防止它的闷热啦。再来呢它的材质是属于天然有机棉表层，可以呵护小蝴蝶的屁屁，最重要的是满意宝宝还有世界标准安心材质认证，好安心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小蝴蝶的大腿有没有很胖，超级肥，很容易流汗，所以这个尿布还蛮适合小蝴蝶的。老婆，你看我趁Momo现在有优惠，有没有买这个尿布试试，便宜又划算。这个给过，给过。好，那我们来开箱下一个。各位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开箱我买的正象征的坚果。哇哦！
看这么多哎，各位，这个就是圣象征量饭盒水手包，它这个就是28路小包的这种，它这种单包装啊，就是携带很方便，肚子饿可以随时打开来吃。坚果呢，你只要一把放在手上的量啊，其实可以补充一整天的蛋白质。对，给大家看哦，它里面有这个蔓越莓干跟那个蓝莓干，这个呢可以强健我们的眼睛，所以这个也蛮重要的。然后如果说像坚果你单吃，如果觉得太乏味的话，哎，你也可以像我们可以加豆浆或者是牛奶下去一起吃。哦，那很好吃。这个是什么？薄盐口味的。对，这个在我们家是必备的食物。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工作真的很忙啊，会没有空准备食物。这个呢就可以拿来吃，耳朵可以拿来起来吃。没错，这个坚果呢也很优惠哦，你只要刷摩卡，它一样有回馈6%。哦，还不错哎。对，很棒。然后买这个组合啊，它还另外送了那个饼干，那还有这个赠品，这一箱也可以，因为这是我们平常必备的食物。给过。可以啊。好，老婆，那既然这一箱给过，我们来开箱下一个吧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开箱的这个呢，算是要维持我们的体态啦。所以我购买的这个啊，是传景 Burner 的贝乐极限定独家增量版加夜鲜两袋决战8周挑战组。来看看里面是什么。这个很重要，我跟各位讲，如果我没有这个的话，我现在应该是一个胖子。你们看，就是这么多8周挑战，噔噔噔噔。哥哥，像这个传景 Burner 贝乐极限定啊，如果说你可以搭配运动的话，可以提升4倍的代谢脂肪，而且这个还是国家认证降低最多的体脂率，还有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。然后里面是长这样子哎。对，一包一包的，一包一包的。像我平常运动都会搭配它一起吃，然后你就会发现特别有感觉，会爆汗。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大家，虽然说有这个可以提高我们的代谢率，但是你平常的饮食也很重要哈。对啊，一定要控制，不要偷吃宵夜。老婆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次买这个呢也有优惠。什么优惠？这个呢只要下单就可以抽 iPhone 15。哦，刚好你想要的。我想换手机。你怎么这么开心？然后满2111就送那个胶原 EX 7日粉，然后满4111，它还有送鱼油60克卤。哦，还不错哎。再来呢，满额还有送 Mobi。真的趁双11买东西很划算。对，就会优惠很多。好，各位，接下来还有4箱哦，1234，专业开的，你看我还不知道怎么开，不知道怎么开。你不知道怎么开啊？专业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买的这些东西啊，我有替小蝴蝶买，我也有替鼠来宝买，我也有替老婆买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有 LED 的那个化妆镜哎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平常看你啊，都在衣橱在那边看镜子化妆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替你准备了一个化妆镜呢，是有灯的，会让你化妆的时候特别的漂亮。你有没有觉得你昂这特立行为？好，可以。可以给过。到镜子，妹妹，到镜子。妹妹，我看不到哎，借我看，妹妹你坐等。她觉得很好玩。对，这就可以放在那个化妆台上面了。对，好用。好，下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噔噔噔噔。是玩具。是的，这个是儿子的玩具。啊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我们上次去星光三月有看到。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说，这个磁力珠好像不错，给小孩子就是有一些创意的发想，增加他们的专注力还有想象力。好，儿子这个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小孩子的都可以。好，这是因为还有什么啊？实用的，实用的。毛巾、浴巾呐、我们家的浴巾可以换的。对，用了好久了。你买什么牌子？舒服的。可以吧？还蛮舒服的哎。OK 吧？可以，因为那个真的要换的。好，换下一个。这个有中的哦，各位。这是什么？沐浴乳啦，有没有？这个很多人推荐的，就是无患子的。一次买那么多罐，比较便宜嘛？比较便宜啊，当然啦、一定会有优惠啊。还有猫币呢，可以吧？刚好需要用到啊，都需要的。老婆，你看我买的这些是不是很有道理？
都是我们平常会用到的东西，是没错啦。那你有什么感受？我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因为你买的这些东西就是刚好说针对我们家每一个人，就是代表你对这个家还蛮用心，而且呀，你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还蛮注意的。嗯，对，然后刚好又趁这一次的某某双十一又有这么多优惠，对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是真的不错啦。可是你不觉得我花破万买这些东西，然后让你领那么多货上来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累，或者是觉得花很多钱？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们家的空间已经塞不下了？你买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放的，只是我们就是要找个空间出来呢，让它摆设这些东西。至于花很多的话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毕竟现在刚好某某双十一有优惠，折扣很多，然后有一些猫币的回馈，对，还可以。想不到老婆觉得我很棒啊，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哎。你以为我会骂你吗？我以为你会觉得说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啦。哎，不过大家真的要趁双十一购买，因为真的它的活动非常多。像你11月1号呢，你只要去组队，哎，最高就是可以送到6000块。对，那如果说像你11月11号呢组队的话，一样也可以送6000。嗯，那11月1号到11月13号的话呢，它有撒100万的红包。对，最后呢要跟大家说，11月1号到11月11号。就是你不限金额下单，它可以登记抽好礼，最高的还有 Ford 的1名哦，其他呢还有这边超多好礼的，对，大家要记得赶快去抽奖哦。对，好啦，那这以上呢就是我们某某双十一的开箱，我觉得刚好这次的优惠还蛮多，大家也可以趁某某双十一呢赶快购买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10个里面8个看到我都说，天哪，你怎么变那么胖？跟结婚前比起来。确实，我以前真的太瘦太帅了，但是现在呢，就是发福，那人家会觉得我很像中年大叔。